Ê,直接干下去了。情况不妙，情况不妙。明天打一天。小时不知道能不能上500分啊！下午就算他，1点钟开打，打到六点钟也有个500分吧，500分2200的话就2700了，给你到3500好吧，到3500。3500，两天时间应该要，一天应该还解决不了。高分可能有点难排啊，到时候。腿哥 OK 吗？肯定应该要2天时间啊，2天时间这样子，1天700分啊。噔噔噔噔噔！Just to see.
尔斯塔芬。甩过来。甩一下，调整一下路线再甩。延续过来，松花弹射。快速出弯，我是不是今天都上班了呀？今天感觉人没有昨天那么多了。主播是三子吗？对的，主播是三子操作。今天应该都上班了是吧？主播还挺勤奋的，是呀，我每天播十几个小时，每天十几个小时不玩虚的，好吧？要么要玩就玩真实啊，不玩虚的，好吧？你不火谁火？我也想火呀，我靠。我为啥还不火？能不能带我火一下，兄弟们？人均给我刷个一块钱，卡个牌子，好吧？让我感受一下什么叫火。对，禁止未成年人消费，好吧？玩三个月星耀三，感觉上不去，有点难啊。这个自己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慢慢领悟就可以上去了，好吧？这个自己慢慢领悟就可以上去了。对，禁止未成年人消费，好吧？